天从医院出来，那在复健的时候发现那个他的嘴巴里面有那个鼻胃管，然后我们就去急诊，就急诊的时候就把那个鼻胃管全部抽出来，然后再买一条新的鼻胃管要插进去，结果折腾了半天都没有办法插进去。那其实我看那个鼻胃管已经插进去到很深的地方了，很深了，但是医生他要100%确定是到了胃里面，结果他又把它拉出来再弄一次，这次就从嘴巴又出来了。我看这个不行，我就说那我们回去好了。那在当中，在插鼻胃管的当中，我发现这是我看妈妈装鼻胃管里面几乎都没有，从头都到尾都没有叫，那跟我之前看到的状况差很多。那我不知道是妈妈已经习惯了插鼻胃管呢，还是这次医生的手势特别轻，所以他没有反抗，他的手身体各方面都很轻松，并没有僵硬的情况，但是不懂为什么还是没有把鼻胃管插进去。那现在我们坐在计程车上面要回到养护所了。里面可以夹一些你平常很喜欢吃的东西，再加上一妈饿不饿？你买个面包，饿不饿？12:23，饿不饿？肚子饿不饿？12点了，好。那你先讲一下路况。国道一号北上，等一下我们回去就吃东西，好不好？封闭施工，好。国一北上，看看可不可以从嘴巴里面吃一点东西，好。内侧车道现在封闭施工，好不好？一北上23公里的圆山交流道，累了哈，定点吗？是不是？朋友随后马上给我们后续说，这是因为圆山出口抛锚车啊。第二号，先前有接到说圆山出口。